故说非，明其本来无生，即无所谓生呢，则亦无所灭，则诸法本不生不灭，而凡夫不知，迷为实有生灭，随之妄念分歧，是故世尊说为可怜明者。世尊为什么说六道众生可怜悯，就凭这个而说的。实实在在我们这个世间任何一物点点滴滴有没有生命，没有，哪一天你要看到这一切法不生不灭了，那恭喜你，你已经证到大菩萨的果位了。什么菩萨呢？无生人位的菩萨。什么叫无生人呢？已经见到所有一切法不生不灭。人这个字有同意的意思，有认可的意思。佛说一切法不生不灭，我同意，我认可，那你就叫证无生人了。可见的眼前一切法的确是不生不灭。我们把一切法看成一个生灭的，是看错了啊，看走了眼了。但是你一定会执着说，我没看错啊，我一年比一年老，你看花开花谢不就生灭吗？我没看错，明明看错了还不承认，还愣说没看错。正因为这个原因，所以你永远没有办法证得无生法忍。如果你要承认我错了，佛讲的是对的，我要改正我的错误，慢慢把它修正，我见到事实真相才有可能的。这个不肯认错就永远不进步了。我们凡夫要认错啊，我们凡夫千万不要以为我的想法是正确的，我的看法是正确的，那就完了。佛都不能度你，有这样的执着的人，就是佛经上讲的一禅体。一禅体佛没有办法住他，坚固执着不肯认错。法华经上有一句话，佛说的：世法诸法位，世间相不坏。这两句经文呢，就是讲的我们现在这个世间相不生不灭。你要能够真正证得呢，那就是无生人位的菩萨了。无生人地位高啊，人王经上把菩萨的这个位次完全用人来说，无人位的菩萨，性人、佛人、顺人、无生法人、极灭人，无生法人是什么地位？七地、八地、九地。七地下品，无生人位；八地中品；九地上品。十地法云地，极灭人。
寂灭人的下品，等觉是中品，佛果是上品，寂灭人的啊，无生人的时候就看出尽虚空变法界，一切法相的不生不灭。实在是这是个什么道理，这个说出来用比喻说出来，我相信每个人都能懂啊。还是不说的好，那古人不肯说破，为什么呢？说破了之后啊，你就很难开悟，把你的悟门堵死，真的不太忍心说啊，不是说不出来的。啊，这个不说出来，你永远有个疑情在。啊，特别是禅宗，禅宗非常注意疑情的，小疑则小悟，大疑则大悟。说破了，疑情没有了，永远不开悟啊！所以还是不说的好啊。如果你们要我说，我也可以说。啊，这个就是凡夫啊，迷了真相啊，以为有生有灭啊，在这个里面起了我妄想执着啊，分别执着，这越迷越深呐，啊，越迷越深呐，啊，因为这个缘故，佛才叫这个众生呢是可怜悯者。那么我们看讲句实话，我们解释这两段经文呢，确实是费了苦心啊。从众生方面说，从因果方面说，从空有同时方面说，从究竟义说，真的说得很圆满啊，比这个一般呢这金刚经的注解确实是做得好啊，所以我们今天研究《金刚经》，说实在的话，一定要取它这个本子。啊，它在《金刚经》上，它是一门深入啊，一生就是一部经了，40年了。啊，40年成为《金刚经》的权威呀。啊，我们尊他一声金刚菩萨，绝不为过。啊，确实金刚菩萨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欢迎订阅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，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。